地上，你回来啦。泽然，你是不是又惹你爹地生气了？白小姐，你消息真灵通。没有，我只是看你有点不开心，胡乱猜的。泽然，妈妈好想你啊，妈妈抱抱你。阿姨，泽然都五岁了，孩子需要妈妈教养。你跟启云的婚事是不是？妈，那只不过是一场一夜情而已，怎么能委屈白大小姐嫁给我？阿姨，孩子还在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如果地上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话，我可以带泽然到白家住几天。白小姐，当年我就说过，泽然回到地下就跟白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地上，我只是……白小姐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请先回吧。启云，别心急，只要你继续做泽然的母亲，这地家少奶奶的身份早晚都是你的。伯母，我知道您的意思，知道您是为我好。哎，我原以为能用孩子拿捏住他，没想到他竟然半点不亲近那孩子。伯母，您别生气，我不着急。委屈你了。毕竟也，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。